南尼牧场出发，要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叫做神秘岛。等一下会换大船去追海龟，出海找海龟。今天看到很多海龟。这边的话就是要找一个有海景的 gay bar 酒吧，这间就是在喜来登里面，然后是这一区非常时髦的一个酒吧。好可爱哦，香蕉冰淇淋，完美拍照示范，我都还没吃到一口。就像我常可以看利用海豚表演，就这间饭店其实是很多政商名流这边住下。如果说我们现在预算还不够来这边住一晚的话，就来这边吃吃下午茶也是很 OK 的。推荐大家一定要来这边买这个夏威夷豆做的巧克力。超多海苔裤男生的，送给爸爸、男友、哥哥、弟弟都可以。到夏威夷来的时候，记得来 KDAT 找我，谢谢你们，阿罗哈。好多 T 恤。这支好喝，我喜欢。Cheers。好喝哎！你好吗？We have some of the best chicken, so when you come and travel here, come and visit us. 好香的，好吃，超好吃。他说鸡蛋花在夏威夷的话，单身是要带右边，只会带左边。说这边买美妆非常的便宜，现在有点心动，我待会要好好的来逛一下。三折，我等一下应该会去逛逛他们夏威夷当地的品牌。我的沙麦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现在来体验坐滑圈，本次行程最期待。可爱哦！这个行程真的太疗愈了，真的。第一次看到这么大、这么完整的彩虹。我们今天来参加 Yoga Flow 的 SUP 体验。I'm the founder
of Yoga Float. It's a really great activity to try when you're here in the islands, and we'd love to see you. 我们今天很棒的是，后面有个很完整的大彩虹当我们的背景，这个场景真的超级梦幻，真的。